很小。不是，我啊，对不起，四爷。四喜，你四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的。四爷，要不然你洗个澡，我给你热水。你快去。好的，我去了。真是好手段，这也下得绝招，我怎么比得过他呀？哦，四爷，我都准备稳妥了，你安心洗就行了。对了，脏衣服嘛，你就扔在外面，我一会儿就给你洗了。那倒不必。这是我给你弄脏的，当然是得我负责了。那好吧。你一个女子，姿势不太合适吧？不合适，我出去，你慢慢脱。解释的，我让你出去。你要不然你把中医给我。出去！哎，出去！这不就有楼梯？下我裙子。所以燕鹤行让你们拿我的中医，你就故意把饭菜泼在我身上，逼我来洗澡。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？你就没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我不该闯四爷的浴池，四爷教训的对。是，但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与我在这里纠缠这么久，他严小郎为什么不见踪影？还以为自己技无双。其实早已经被人截胡了。